你手上那个镯子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在一块儿两年了，反正也是一直我在哄你，一直我在惯着你，但是这次我真的感觉特别的累，你真的让我感觉不到你在珍惜我们这段感情。我现在我可能真的觉得特别累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真的挺对不起的，我以前可能特别任性，然后一直都在就是一直让你包容我，然后我今天来了这儿之前录了一段视频，然后一直就挺想放给你看看的。我知道错了，你还能好好跟我在一起吗？
你也录视频了？嗯。哎呀，我看什么视频啊？其实我们吵了很多次架，然后我也知道我平常可能确实比较爱玩，然后小脾气比较多，然后总欺负你。其实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内心还是挺难过的，但是这些小脾气我以后会尽量改的。改不掉也希望你多多能包容我一下。然后我其实来到这儿就有一句话特别想问你，我特别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，你还愿意娶我吗？我也就想在这个节目上特别正式的问你一句，就是你想好了再回答，你愿意娶我吗？回，我让你说这些话已经违规了啊！就撞门来了，你们要都回来，你们再说嘛，不回来也就算了嘛，来回去吧，小伙子。